这晚献上小小玩意，呈现幸福，四面掌声应你爱，道路与你穿这戒指，隆重一次，一生也忆记。Hello Oliver， 不经不觉都认识了你，我记得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认识你了，所以都有六年的时间了。我其实都还没跟你打招呼，我没见到你，但都见到相当中你都应该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最靓仔的一天。恭喜晒，非常恭喜都结婚了。没错，竟然是我们很多 YouTuber 之中第一个冲出入閘，然后就幸福美满。我哋三班咧飞龙仔翻嚟啦，系啦，一齐拍戏啦，成家一齐拍，组队。我建立美丽彩虹，永远衬你福分，无时无刻都觉吸引，我会尽我本分。Hello， 恭喜晒飞龙啊！其实我收到张喜帖时候好惊嘅，因为系我第一次自己真系收赞我自己嘅喜帖嘅。咁但系都同飞龙开心啦，识咗佢都好耐，其实我都唔知道佢有女伴嘅。恭喜晒飞龙，终于结婚啦！恭喜晒。Hello， 我点样认识飞龙嘅呢？就系飞龙哥提携我入呢一个网络人协会嘅。其实系明仔介绍我识噶飞龙嘅。咁我覺得個人咧係相當之咁提攜啲後輩嘅，因為咧本身我就已經放棄咗唱歌嘅事業噶啦。咁咧有一次咧，我哼咗幾句歌，唔覺意俾佢聽到咧，咁佢就不斷揾我唱歌啦。之後情感唯獨你能勝方走下半生，疑惑是多少爭吵，多少生氣，已學懂堅忍。今天很开心，今天是飞龙的大日子啊！我认识了他四五年了，哇，他终于都结婚了。不过无论如何，我是今晚的司仪，我要冷静一点。Okay？ 谁的名字永恒共我同享一生。我来到就是见到他人变新娘的。咪神秘啲，係咪換緊衫啫？咁有咩咁神秘啊？唔係換緊衫啫。轉頭會有啊！新娘有啊？唔係我自己結婚嘅啦嘛，結婚。我完全唔知係拍拖，無啦啦咧就話結婚，咁啊即係外人梗係第一時間諗啊，係咪咩嚟講啊？我唔係，我就咩咗。我問你係咪咩？你搞大咗啊！我大咗啫，你大咗啊！好，咁我介紹下我自己先啦，都係咁，我叫 Raymond 啦。咁我點樣識到 Oliver 呢？其實咧，我係跟佢學詞嘅。係，我都係咁。我一定會問到。我哋今日好榮幸邀請到，飄飄喺嗰度。Hello， 喂，佢要衝出嚟介紹下自己。好啦，我俾個機會你。Hello， 大家好，我係莫海謙，我係殘咗丁個小朋友。其實我應該不如你自己嚟介紹下，你今日唱咩歌啊？其實我唱呢隻歌咧係 Oliver 自己寫嘅一隻歌嚟嘅，咁我好榮幸可以唱呢隻歌。當時我收到呢隻歌都覺得好 sweet 嘅。咁我今日愛哪怕更遠，不會疏遠，讓我想保持，同埋回首，就算車上，算我願意放手，承諾建立美麗彩虹，永遠讓你福分，無時無刻都覺吸引。我会尽我本分，从此以后爱慕一人，有你伴在这生不久。我哋请热烈嘅掌声，今晚嘅新人 Gary 同 Oliver。我哋用最热烈嘅掌声欢迎佢哋好唔好？好耐念嘅咧，我你好耐念。成屋人咧，其实咧，我咪听错咗。真系我比较少讲嘢咧，我啲细佬讲嘢多过我噶啦。本來就不是很熟悉的，但因為我寫帖的時候要寫真名，就今次我比較記得一些，我抄了你的真名。記不記得你的真名叫什麼名字？你是誰？認識了，很厲害。好厲害，好厲害，好厲害，交千元就好厲害。那你知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麼？王振聲。你叫什麼名字？周星星。你呢？黄小贵，呢位先生，诶，点称呼你咧？要讲真名。你不如我问下隔篱嗰个，明仔知唔知佢叫咩名？
蕭慶峰啦。咁出名我唔識。咁你嘅師兄弟叫咩名？誒，你答唔出就點解嘅？方便。哎我好像知道我看看你怎么说的刘德华这样梁家明啊这个我网上很好朋友来的不是有他在这里我后生那些的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突然间会结婚突然之間是結婚的，哇！全部，唔係好突然嘅，真係問得非常之好。唔係幾好，因為呢個題我哋兩個係唔夠膽問嘅。其實拍咗都有段時間嘅啫。我記得兩三年前嗰個唔係呢個嚟嘅。我对着众目宣言，有你是我福分。